好，那我们先要来惩罚。好，惩罚，你知道惩罚是什么吗？我想让你们猜猜看，你们知道吗？知不知道会惩罚什么样的东西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好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我们来请。OK，我们请张老师带领他的队友们一起来到舞台的中间。对，来。哇呀，一边闪腰歪的，他扭着趴，好的，他不，那是尴尬的。